我现在正在登记，会采取措施。我们这边是这种营业的摊位啥的，卖东西啥的，主要是我们园区也负责不了这个责任。就比如说，有的游客在外面买的，然后到我们游客中心，因为他不是在园区内购买的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这个一定会积极改正。